乘方广总吃惊一卷，随天竺三藏皮尼多留之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都绝山中，与大比丘众62000人聚，婆萨摩诃萨81众，摩嘎陀国优婆塞60100千人。尔时世尊下安居已，临涅盘时入如法三昧。入三昧已，是时3000大千世界普遍众言，玄宗翻改，至宝相平，众香图示，处处遍散千叶莲花。尔时此3000大千世界100千众，诸梵天王及100千眷属来诣佛所。到佛所以，同念礼足，合掌向佛，却住一念。复有100千净居天子，自在天王、大自在天王、龙王、夜叉王、阿修罗王、迦楼罗王、紧那罗王、摩猴罗嘎王，各与100千眷属来诣佛所。到佛所以，同念礼足，合掌向佛，却住一念。尔时十方如恒河沙大威德菩萨摩诃萨来诣佛所。到佛所以，同念礼足，合掌向佛，却住一念。尔时此3000大千世界乃至有顶皆悉来集，大众充满，兼无空处。尔时复有余大威力天、龙、夜叉、前踏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嘎等皆来集会。尔时世尊正念现前，从三昧起，遍观大众，欠屈贫身，如狮子王，如是至三。尔时世尊从其面门出广长舌，遍覆3000大千世界。是时如来现神通，以覆观大众。尔时一切大众即从坐起，合掌坐礼，默然而住。尔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哀亦多，如来不久当入涅盘，汝于诸法有所疑者，我今现在欲有所问今正事时，佛灭度后，勿生忧悔。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唯然，世尊，善自知时。诸佛如来于一切法皆悉究竟，唯愿宣说，令此法眼久住于世。尔时会中有大自在天子及81净居天众眷属围绕，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大乘方广总持法门，过去无量诸佛如来应供正遍之以增宣说，唯愿世尊今复敷衍利益，安乐无量人天，能令佛法久住世间。尔时世尊默然而许。是时大自在天子之佛许已，欢喜踊跃，合掌作礼，却住一念。尔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哀亦多，此大乘方广总持法门，非我独说，过去未来及今现在十方世界无量诸佛异常宣说，若有众生于佛所说言非佛说，即谤法僧，而此谤者当堕恶道，受地狱苦。尔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于此大乘方广总持经典受持读诵，复为人说，当知世人不堕恶道。尔时世尊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阿逸多，我从成佛业乃至将入无余涅盘，于其中间佛身、口、意所作、所说、所念、所思，唯颇有妄失，起恶业不？弥勒菩萨言：不也。世尊，佛言：弥勒，如汝所说，我从成道乃至涅盘，于其中间所言所说皆悉真实，无有虚妄。若有余人不解如来方便所说而作是言，是法如是，是法不如是，诽谤正法及佛菩萨，我说是被去向地狱。佛言：阿逸多，于我灭后五浊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实非菩萨，自谓菩萨，是外道人，曾于过去供养诸佛发愿力故，于佛法律而得出家，随所至处多求亲友，名闻利养，
行秽污，弃舍信心，成就恶行，不自矜止，不自吊服，贪诸利养，欲一切法门及畜生兼顾三昧，皆悉远离，实无所知。为亲属故，妄称知解，住于产区，口说一言，身行一行。阿逸多，我菩提道欲一切众生皆悉平等，安住大悲，以善方便正念不忘。如来安住无等等力，无障无碍而为说法。若有众生作如是言，佛为声闻所说经典，诸菩萨等不应习学，不应听受，此非正法，此非正道。辟之佛法亦不应学。复作是言，诸菩萨等所修行法，声闻之人亦不应学，不应听受。辟之佛法亦复如是。复作是言，诸菩萨等所有言说，声闻，辟之佛不应听受。彼此言行更相违背，不与修多罗相应。欲如实说，真解脱法不能信受，以彼法者不得升天，何况解脱。阿逸多，我今说法，随其信心而调伏之，如恒河沙。阿逸多，我今欲往十方世界随顺说法，利益众生，不为十非菩萨而作菩萨相者，亦不为毒恶欺狂少闻之人。于我法中作二说者，其二说人或作是言，是菩萨应学，是不应学。谤佛法僧，是人身坏命，终堕于地狱，多百千劫不可得出，设令得出，生贫穷家。至于后时虽得受记，五浊恶世成等正觉，如我今日于世生死五浊世中成于佛道，已是因缘，汝应谛听，应当信之，随顺恶友，所行如是。阿逸多，我念过去无央数劫，彼时有佛名曰无垢厌称起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现于世。是时彼佛受命八万那由他岁为众说法。尔时无垢厌称起王如来法中有一比丘名曰净明，总持诸经十四亿部，大乘经典六百万部，为大法师，言辞清美，辩才无碍，利益无量无边众生，是教利喜。尔时无垢厌称起王如来临涅槃时，告彼比丘净命言，未来世中汝当护持我正法言。尔时净命受佛教矣，于佛灭后千万岁中守护流通诸佛秘藏，于此方广总持法门受持读诵，深解依曲，于彼世界八万城中所有众生，随其愿乐广为宣说。尔时有一大城名曰跋陀，王彼城中为八十亿家，随其所乐而为说法。是时城中八十亿人获尽信心，一亿人种住菩提道，七十九亿人住声闻城而得调伏。尔时净命法师赋予十千比丘众相随聚，往修菩提行。尔时跋陀城中富有比丘名曰达摩，于大乘经方广正典受持千部，获得四禅。唯以方广空法化彼城中一切众生，不能以善方便随遇而说，作如是言，一切诸法悉皆空寂，我所说者真是佛说。彼净命比丘所说杂秽不净，此比丘实非净命而称净命。何以故？而此比丘所受诸华不持供养而自受用，涂香、墨香亦复如是。净命比丘愚痴无智，不能知我久修犯行。彼既年少，出家未久，我慢无信，多诸放逸，是诸人等无所知晓，为是净命持戒比丘。尔时达摩以其恶心谤持法者，身坏命，终堕于地狱，经七十劫俱受重苦，满七十劫已，堕畜生中。过六十劫后，直欲向宝光佛，于彼法中发菩提心，于九万世游生畜生中。过九万世已，得生人中，于六万世贫穷下贱，横无舌根，
其静命比丘于诸法中得净信心，为人说法，比喻后时得值63那由他佛，恒为法师，具足五通，劝请比佛转妙法轮。阿逸多，汝今当知，过去净命比丘折其一人乎？莫作一观，今阿弥陀佛是。阿逸多，汝今当知，过去达摩比丘折其一人乎？莫作一观，今我身是。由我过去愚痴无智，毁谤他故，受苦如是。我以此业因缘故，除五浊世成等正觉。是故阿逸多，若有菩萨于诸法中作二说者，以是因缘后五浊世成于佛道。其佛国中有诸魔等，于说法时恒作障难。尔时大众闻佛说，以皆息悲泣，涕泪交流，俱发誓言，愿于佛法莫作二说，如达摩比丘。尔时会中有百菩萨即从坐起，又膝着地，悲嚎堕泪。尔时世尊知而故问彼菩萨言，善男子，汝等何为悲嚎如是？尔时诸菩萨等异口同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自观已应有此诸恶业障。尔时世尊作如是言，如是如是，汝亦曾于过去燃灯佛所，在彼法中出家修道，是燃灯佛灭度之后，时有比丘名曰智基，汝等尔时报是比丘，因是以来不得见佛，不能发菩提心，不得陀罗尼及诸三昧，后供汝等同时安住菩提之道。汝等善男子，此贤劫最后佛所，当获无生法忍，复于后时过三阿僧祇劫行菩萨道，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善男子，若菩萨见于菩萨，不应生于彼此之心，当如塔小，如见佛小。是故菩萨见于菩萨，莫作意念，未非佛小。若其意念为自亲戚，当受持此莫作一想，共相和合，我今观出发心菩萨不如佛想者，我便弃狂十方现在一切无量阿僧祇诸佛。是故善男子，菩萨未来于五浊世中得陀罗尼三昧者，一切皆是佛之威力。是故善男子，若有诽谤其法师者，即为谤佛等无有益。善男子，佛灭度后，若有法师善随乐欲，为人说法，能令菩萨学大成者，及诸大众有发一毛欢喜之心，乃至赞下一滴泪者，当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实非菩萨，假称菩萨，谤真菩萨及所行法，复作誓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弥勒，我亦过去于阎浮提学菩萨时，爱众法故，为一句一记弃舍所爱头目妻子及舍王位，何以故？以求法故。如彼愚人专为名闻，单助力养，自是少能，不枉如来传法人所听受正法。弥勒，若彼此和合，则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为正，则正法不行。阿逸多，如可观此谤法之人，成就如是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复次，弥勒，我初成佛，以妙智慧广为众生宣说正法。若有愚人于佛所说而不信受，如彼达摩比丘虽复读诵千部大乘，为人解说，获得四禅，以谤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恼。况彼愚痴下列之人，实无所知而作誓言，我是法师，明解大乘，能广流布，谤正法师言无所解，亦谤佛法而自贡高。若彼愚人于佛大乘乃至诽谤依四俱寂，当知是业定堕地狱。何以故？毁谤佛法及法师故，以是因缘常处恶道，永不见佛。以曾诽谤佛法僧故，以于出发菩提心者，能作障碍令退正道。当知世人以大罪业而自庄严，于无量劫身堕地狱受大苦报。以恶眼施发菩提心人故，得无眼报；以恶口谤发菩提心人故，得无舌报。阿逸多，
我更不见有一恶法能过悔，破发菩提心，罪之重也。以此罪故，多于恶道，况复毁谤于菩萨等。若有菩萨为诸众生能如实说，不起断常言诸众生定有定无，亦不专执诸法有无。阿逸多，学菩萨者应如是住。如是住者，是诸菩萨清净善业，凡所修集皆不取住。若有众生起执着者，当知是人生五浊世。复有菩萨善随根欲，能为众生种种说法。阿逸多，菩萨如是具足修行六波罗蜜，乃能成就无上菩提。比喻痴人信己自执，作如是说，菩萨为学般若波罗蜜，悟学于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最殊胜过。作是说者，是亦不然。何以故？阿逸多，往昔迦师迦王学菩萨时，舍所爱身、头、目、髓、脑，尔师此王岂无智慧？弥勒白佛言：世尊，诚如圣说，实有智慧。佛告阿逸多，我从昔来经无量时，具足修行六波罗蜜，若不具修六波罗蜜，终不得成无上菩提。如是，世尊。佛告阿逸多，如汝所说，我曾往昔于六十劫行檀波罗蜜、湿罗波罗蜜、颤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各六十劫。比喻痴人妄作是说，唯修一般若波罗蜜得成菩提，无有是处。彼怀空见，故作如是不净说法。作此说者，身、空、意业与法相违，虽解空法，为人宣说，而于空法不如说行。以无形故，去空意远，心怀嫉妒，身住力养，于于亲戚。阿逸多，我于往昔作转轮王，舍诸珍宝，头、目、手、足，犹不得成无上菩提。况彼于人为饮食故，原利他家，有所宣说为藏空法，言及所说是菩提道，是菩萨行，唯此法是，于法皆非。复作是言，而我所解，无量法师悉皆正知。彼为明文，自赞己能增度明解。阿逸多，我见彼心归求利养以自活命，虽有善行经于百劫，尚不能得少法忍心，何况能成无上菩提。阿逸多，我不为心口相为狂惑之人而说菩提，不为嫉妒之人而说菩提，不为傲慢不敬之人而说菩提，不为无信之人而说菩提，不为不掉福人而说菩提，不为邪淫之人而说菩提，不为自是非他之人而说菩提。阿逸多，比喻痴人以我慢故，自谓圣佛，谤佛所说大乘经典，言是声闻小乘所说。尔时佛告尊者须菩提，不应为二见人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白佛言：为然，世尊，如佛所说。佛言：如是，须菩提，以无着心师是名菩提。须菩提言：如是，世尊。佛言：须菩提，不自赞毁他师是名菩提。须菩提言：如是，世尊。佛言：须菩提，汝观于人及我，我见无惭无愧，为爱亲戚，贪求活命，好受他施，当知世人专造恶业。复次，阿逸多，菩萨于一切法，于一切菩萨法莫生恐怖，于一切辟支佛法亦莫恐怖，于一切声闻法亦莫恐怖，于一切凡夫法亦莫恐怖，于一切烦恼法亦莫恐怖，于一切禁法亦莫恐怖，于难精进亦莫恐怖，于是于非亦莫恐怖，于做不做亦莫恐怖，于为不为亦莫恐怖，于有于无亦莫恐怖，于心非心亦莫恐怖，于觉不觉亦莫恐怖，于业非业亦莫恐怖，于善不善亦莫恐怖，于安不安亦莫恐怖，于解脱不解脱亦莫恐怖，于修不修亦莫恐怖，于法非法亦莫恐怖，于静于乱亦莫恐怖，
愈假愈实亦莫恐怖，愈信不信亦莫恐怖，愈善念不善念亦莫恐怖，愈住不住亦莫恐怖。如是菩萨愈一切法莫生恐怖。阿逸多，我于往昔修如是等无畏法故，得成正觉，悉能了知一切众生心之境界，而于所知不起之相，以我所证随机演说，能令闻法诸菩萨等获得光明陀罗尼印，得法印故永不退转。若于此法不如实之，言无善巧，终不得成无上菩提。阿逸多，我为四天下众生说此法时，是诸众生以佛神力各自见释迦如来为我说法，如是次第乃至阿迦尼乍天，彼诸众生亦为如来为我说，如一四天下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复如是，此诸众生闲坐是念释迦如来独生我国，为于我转大法轮。阿逸多，我以如是大方便力，能于无量无边世界成于尘朝边观众生所应化者而为说法，于中及目恒以法眼等观众生于彼世界而为众生说一切法，如是无量诸佛境界所有众生学菩萨者应如是修，若彼于人于佛所说谤匪正法，妄知自解用为真实，若谤法者则不信佛，以此恶业堕于地狱，俱受众苦，永不闻法。复次，阿逸多，汝当受持如来密教，以善方便广为人说。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福光平等菩萨无疑惑菩萨定发心菩萨妙心开意菩萨光明菩萨欢喜王菩萨无畏菩萨心念变道无边佛刹菩萨观世音菩萨相向菩萨灭一切恶业菩萨注定菩萨百千功德庄严菩萨妙音远闻菩萨一切智不忘菩萨大明远镇宝幢庄严菩萨求一切法菩萨诸佛境界菩萨月光庄严菩萨一切世间大众庄严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说我等于此东方过六十恒河沙佛刹于诸佛所恭敬礼拜一一佛刹唯见释迦如来出现于世我等于其七日之中遍游十方亦见释迦如来出现于世不睹于佛遍游离矣还归本土听受正法尔时佛告文殊师利童子汝今地观如来智慧不可思议如来境界亦不可思议如是无等等是如来法比于痴人作如是说唯一般若波罗蜜是如来行是菩萨行是甘露行佛告文殊师利作此说者与法相违何以故菩萨行法具足甚难无着行是菩萨行无我我行是菩萨行空恒是菩萨行无相行是菩萨行文殊师利如是等行是菩萨行学菩萨者如是受持若比于人心怀邪见当知是人不了我法文殊师利汝等诸菩萨守护身口于不善法勿令放逸坚固其心使不退转为诸众生具足说法亦当自身住于法中我从久远阿僧祇劫具足成就无上菩提以善方便广为人说令诸众生远离恶趣文殊师利若有愚人谤微妙法即是谤佛亦名谤僧又作是说此法是彼法非如是说者亦名谤法此法为菩萨说此法为声闻说作是说者亦名谤法此是菩萨学此非菩萨学作是说者亦名谤法复作是言过去佛已灭未来佛未至现在佛无助为我获得陀罗尼法作此说者亦名谤法一谤法故言得陀罗尼者是不敬法于真法师毁谤所修复谤法师虽有解慧不如说行复谤法师行为愚当
佛谤法师身不持戒，佛谤法师心无智慧，佛谤法师意无明解，佛谤法师言无辩了，复于如来所说文字心无信受，复作是言：此修多罗是，此修多罗非，此即经是，此即经非，此法可信，此法不可信。见正说者妄作议论，欲听正法者为作留爱，此是行，此非行，此成就，此非成就，此事实，此非实，诸如此说，皆名谤法。复次，文殊师利，若声闻说法，若菩萨说法，当知皆是如来威神护念力故，令诸菩萨等作如是说。文殊师利，如彼于人于佛现在由生诽谤，况我灭后受持我法诸法师等而不被谤，何以故？魔眷属故，当知是人堕于恶道。如彼于人贪求利养，以活亲属，于如来法心无信念，而复破坏如来教法。彼人亲戚以朋党心往婆罗门加及长者所作如是说赞彼于人，于法欲意能知能解，明达根欲善为人说，受他信师曾无惭愧，以谤法故，身及眷属俱堕地狱。文殊师利，我终不为无信之人说菩萨行，亦不为贪住在家之人说清净法，不为二见之人说解脱法，不为一见之人说出苦法，不为乐事之人说真净法。文殊师利，我于恒河沙等法门，以无着心为人演说，又于恒河沙等法门，以有住心为众生说，若有乐空众生，为说空法，若有乐智众生，为说智法，若有乐无相众生，为说无相法，若有乐有相众生，说有相法，若有乐慈众生，为说慈法，若有乐因缘众生，说因缘法，若有乐无因缘众生，说无因缘法，此是有为以法，此是无为以法，此是空法，此是有法，此是有为法，此是无为法，此是摄受法，此是覆盖法，此是凡夫法，此是圣人法，此是色法，此是不善法，此是愚人法，此是定法。佛告文殊师利，如是等一切法是般若波罗蜜道，彼愚痴人在所言说，不依如来真净教法，谤佛正法。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如是愚人以尽恶有现身起谤。如是，世尊，以何因缘能免思净？佛告文殊师利：我于往昔七年之中，昼夜六时忏悔身口及与意业所作重罪，从事以后乃得清净，经时解已，获得法忍。文殊师利，当知此经是菩萨成，为觉悟者能令觉悟。闻说此经若不信受，以此谤因堕于恶道。是诸菩萨明受我法，然后乃可为人宣说，如是受持能远恶去。佛告文殊师利：有四平等法，菩萨当学，云何为四？一者，菩萨于一切众生平等；二者，于一切法平等；三者，于菩提平等；四者，于说法平等。如是等四法，菩萨当知是四种法，菩萨之以为众生说，若有信者，远离恶趣；若不信者，当堕恶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住此四法，当知是人不堕恶趣。复有四法，云何为四？一者，于诸众生心无退转；二者，于诸法事而不轻回；三者，于诸智人心不生谤；四者，于诸如来一切所说恒生尊重。如是四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善修学，终不堕于诸恶趣中。复次，文殊师利，菩萨以恒河沙等诸佛刹土满中七宝，于恒河沙节日日奉施恒河沙等诸佛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如是大乘方广微妙经典，
乃至一句一偈读诵三遍，所获功德胜前布施所得功德。若有诵持此经典者，所获功德倍多于彼。设复有人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所得功德亦不能及。文殊师利，如此经典名义广大无余等者，汝诸菩萨摩诃萨应善修学，受持读诵，广为众生分别解说。尔时一切大众乃至十方诸来菩萨摩诃萨等俱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我等受持。说此法时，三十恒河沙诸菩萨等都无生法忍，七十恒河沙诸菩萨等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复有六十三亿百千那由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众闻佛所说，心生欢喜，于八十劫度生死流，复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经六十三劫已具足成就无上菩提。彼诸菩萨及一切大众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嘎人非人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作礼奉行。